然后没有想到同学们，我们这一几个线条给大家，大家就做得那么好。你们刚刚知道为什么？
我们刚给大家做的哈，那个其实助教应该他没有再把你们的，你们做的是一种叫做创造力的测验，他是那个好像 William Torrance 的创造力测验，1995年的时候，现在又开始改变成不同的，说不定过去同学有类似做过这样的，但是我今天看起来很让我很佩服哈。所以你要知道，很多人如果你想法很固着，就好像我们上次哈给大家看到的，就是说你要如何让钉子它没有，它不会把那个，它虽然点着了，但是它不会把就粘到那个我们的桌面。所以这时候同学们的想法就开始有天马行空哈。所以我上回有，后来有跟同学讲说，你们有很多点子，那点子稍纵即逝。然后这个点子很多时候就是代表你，如果说你的反应越快，然后你想的越多的话，你将来然后将来发展空间越大。所以我们就延续上次的，但是我这样算起来我们剩下4次，我们离期末考有4次，就连今天开始，所以等于说4次以后就是期末考，然后期末考以后要回来上一周，这样知道吗？好，所以我们期末考以后，因为你们在期末考那一周，我刚好在夏威夷的哈，所以我夏威夷，所以在夏威夷，啊，所以不是去度假，你放心哈，不是度假，你那么好命的哈，在发表文章在那个地方，所以哈，那个请同学记得，当你在考试的时候，我们考完以后还得要再回来上一次课，那一次课还是有作业的哈，所以你如果打算说哈，我期末考完了以后，我就准备我大概很 safe 了哈，没有问题。那我相信同学们也是要跟自己有成就感，就是说我要有始有终，而且最后一堂课更好玩了哈。那时候会给同学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舞台恩典。好，这是我目前要跟大家交代的，有没有听清楚？我们上完就是考完期末考以后，就是9号那一次哈，1月9号要考试，考完以后我们还得要16号那一次要回来上课，这样知道吗？好，知道请举手。你刚举手，不然我不放心。为什么？因为你们等到你那个考完试就回去，就跟你爸妈讲了，我要回家了哈。对不起，不能回家哈，还要上一次课，因为那个是期末考中。好，那接下来我们延续上次的创造力，我们还有，我们收集了一些哈，那个非常棒的。你们应该有没有人看过这个，最美的15座的地铁车站？有没有看过？没有哈。如果说还有找得到的话，因为圣诞节快到了哈，我们有一个那个我有一次也是人家送给我的，他就在一个墓里面哈，突然之间就有人出来唱一首歌哈，那首歌放过去也给同学看过，他设计的很棒哈。啊，我们先看这个东西，如果我们助教找得出来就给你们看，如果找不出来的话，下次再补看。好，开始看全世界最美的15座地铁。华盛顿的地铁哈，它那个橘线跟蓝线的交汇哈，很大的一个。将来你们有可能会走很多地方，像我过去从来没有到欧洲，我最近就到，就到那个圣卢斯，然后不久要去马耳他哈，我也不知道马耳他在哪里，听说是在地中海的一个地方，然后搜寻一个礼拜哈，类似这样。所以将来天涯若比邻，真是这样。所以你最好的方式就是你的语言能力也要把它弄好一点，因为你只要讲英文的话，应该大致来讲各地方都可以通哈。好，来看到这个，接下来我们介绍这个是在那个北海的平壤哈，这个看起来。它已被选上第前15个漂亮地铁车站，还有那个葡萄牙的那个里斯本啊，里斯本它12名，还有这个是在那个乌克兰的基辅这个地方哈，都看起来都很不一样了哈。新加坡离我们最近哈，所以有可能你们有可能会参加，跟着你们老板有可能会参加研讨会，也可能到新加坡那个地方，很小的一个国家。还有这个地方是英国的伦敦哈，所以大家看起来很像，都会有一种风动的感觉，一种动懈的感觉，但是里面有很多的声光效果都在里面，所以你进到里面好像进到一个博物馆里面去看哈，所以都很不自私了哈。好，这个也是一个很特殊的俄国莫斯科的地方，还有这个是中国的
上海，这个我到过上海很多遍，好像没有看到这个。好，来看到德国的马克，我们倒是有，哎，啊，为什么会这样啊？故意把它设计，这样看起来好像废弃的一个地方哈，结果你看看起来很另类的感觉的哈。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哦，这个也很特殊，哎，这个好像你可以爬上去，其实是没有。哦，它有一些公共的艺术，看起来就让开一点很幽默感哈，哦。所以我们上礼拜有提到说，如果你要有比较有创意的话，大概玩性要够，然后有幽默感，不怕开玩笑的时候，有时候你会看到开得起玩笑跟开不起玩笑是不一样的。如果说哈，哦，人家开你玩笑啊，一笑置之的话，比较容易跟人家相处。如果人家开你玩笑一下就跟人家翻脸的话，有可能你的朋友就一个一个跑掉了，因为你开不起玩笑嘛，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开自己玩笑开始也不错。哎，你看看，挺好，加拿大多很多。那，啊，这个大家知道这个在哪里啊？有去过了哈，我们不觉得。你看看，哦，出来这么漂亮。非常漂亮的哈，所以我们高雄的那个捷运哈，它有很多的捷运的路口还蛮漂亮，它已经当选15座地铁车站了。还有没有？还有那个瑞典的勋士的那个也是非常多。啊，它是那个三线交汇三铁共构的地方哈，所以它有三个线在那个地方，所以他们用这个也是。你看15个就已经2个是我们的台湾的，所以台湾真的实在是艺术。也算是哈设计大国了哈，所以你看很漂亮哈。好，这就是15人，还有没有？第一名哎，第一名加拿大的那个蒙特利尔，好，蒙特利尔。好，所以好，这个开同学玩笑一下。好，那个看起来是有什么？这个你们经常看到，对不对？哦，你们有没有去拍这样的这样的？你们就到通识中心那边，一定可以看到这样，去拍一下，拍一下你生日的时候去拍一下，或者说跟你同学去拍一下，玩得很开心了哈。嗯，哦，好，这个什么？这个是哪里呀，啊？骑马，它怎么看起来它是马腿呀，啊？哈，哦，好像变成那个马腿一样哈，哦。这个地方哪里有特？哦，他裙子刚好发过来，哎，裙子看起来变成他那个刚好这个是，郁金香，看起来他好像这个穿芭蕾舞女哈，他这边跳舞，还有这个，哦，很刚好哈，哦，所以你们最好是拿着哈，因为你们现在手机太方便了，如果有，哎，这个是我最上任的那个研究教学助理他找到的，因为一般来讲你们睡觉的时候都会觉得他把自己手压得很痛，对不对？救人用这样的一个来睡的就很舒服了。好，这个也蛮有创意的。好，还有一个创意影片，这个创意影片蛮好玩的，还有创意广告。
可以看得到，他一开始你看到什么，觉得他这个影片里边最成功的地方是什么？有没有人可以讲一下？他，你觉得这个影片它是一个创意的，一个很简单的构想，但这个简单的构想当然要花一笔钱，没有错了哈。你可不可以说一下？就比较少人走，就是觉得很方便的电梯。所以如果以现在的话来讲的话，它这个是一个非常省电的，对不对？可是它没有那个电梯，没有用那个感应，就是没有让它是慢速，现在是用都有慢速，所以你可以怎么改进？例如了哈，就可以把那个电梯调成，又有人走的话它就会动，或是没人走它就停在那个地方。这个同学又想到一个更可以改进的地方哈。好，那还有没有同学看到这个广告你有什么想法？有没有什么想法？好，那个一开始哈，我只是本来上礼拜要给大家看，但是上礼拜因为大家搭桥搭得太认真了哈，所以你会看到做一个游戏我只有两个钟头，这种课可以上三个小时的。本来照道来讲应该开三个小时的，但是又觉得我如果开到三个小时的话，同学可能太累了哈，所以最好是两个小时，是有时候一个多小时，是一半是理论，然后一半是实验哈。我们有太多太多要给大家做了，我都很担心我那个，你看今天就上两个主题就上不完，所以我们先到这里先打住，然后有空的话我再回来给大家看那个看一些非常非常有趣的，有的广告哦。那有的有很多很多哈，非常我们都想不到的广告，它的诉求是什么哈？上次也有看到那个国华那个公司，所以创意里面要包括有人、有地点，然后要包括他的作品，要包括他的过程，对不对？那你会慢慢的由你酝酿起，到最后还有一个验证期，这个上礼拜我们讲的哈。好，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再讲到接下来想到要思考。每一个同学头脑都在想哈，刚刚有一个同学跟老师谈很久，我是觉得哈，那个你当你在上任何一个课的时候，然后不管是我心理学的课，我都觉得你们其实在还没有上到老师课之前，应该已经翻过书了，好，类似这样，好，所以很多老师上课的时间，他主要的是要跟你交谈，对不对？好，要跟你交谈。为什么要跟你交谈？因为你如果来这里好跟你画重点，上这样的话是小学生中学生的，对你来讲的话你应该已经差不多知道我要上些什么，然后呢你如果能够在跟你的老师做 interaction， 这就是一个比较高一点的一个上课的方式。所以我们来讲到说思考，我们就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思考，例如说有的人很会布局，这种布局的话它就是已经到形式因式起的，所谓的形式因思起的意思就是说他要从过去的那个具体因思起啊，潜意识起啊哈，然后到那个具体因思起大概是必须要动手做那个阶段，但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一定要看到哈，我们的认知的过程是分成三种部分，第一个是从你的图像哈，就是从图像的那个图像的认知开始，图像的认知的开始就是说，好，我如果问你说一个西瓜大还是一个葡萄大，我一定拿个食物就西瓜在这个地方，葡萄在这个地方，你就会跟我说老师当然西瓜大，为什么有食品，这比较图像认知的阶段，好，图像认知那个比较少。然后第二个你来到一个叫做一个最早然后你接着来到图像以后，你可能会变成一个叫做形式哈，形式的话就是形式也叫做符号，符号认知的话，例如说，第一个不是第一个叫什么？具体对我讲错，刚是气体，最早期是气体，具体的话就是说一个大苹果或是一个大西瓜跟一个葡萄，然后第二个叫做图像，第一个叫做具体，第二个图像，图像的话我可以怎么样？照相照起来，我可以把大西瓜跟葡萄造成它们的造成都是一个 A 式的，所以你这时候如果以各位同学来讲，那应该是你国小阶段，你也知道西瓜比较大，然后葡萄比较小，对不对？因为它看起来都是 A 式的，你也可以有图像里面知道，所以这时候开始你会变成说你不用用实物的东西过来，第一个阶段当你进一个阶段一定要具体，具体的话就是说我看一个大车子我才知道这个叫什么车子，但等到第二个阶段你用人家给你做一些图，
你就知道了哈，用图像或是说用那个模型，你就可以知道那是你在国中或国小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像各位的到符号阶段，到符号的阶段的话，符号认知阶段，那符号认知叫做文字也一样哈、哦。我甚至可以跟你嘴巴讲说，请问一下那个好，在十五座里边的哈、哦，我现在已经看过图像了，在十五座这种创意的那个铁地下铁，他们有一个共同什么特色？我用嘴巴来讲，用符号来跟大家讲，所以同学心里边就开始想，哎，当你出现出来，他们会有一个共通性跟不同的性。哦，你就可以知道共通性是什么，然后他们有差异性在哪个地方，你就可以想出来。这个是第三个阶段。所以如果你想看，我要在具体阶段，就是说一定哦，这张椅子、这张桌子，我才知道哦，这个桌子一定有实物出来，这个叫具体。然后来到图像阶段的话，哎，你用那种模型，像今天老师带来的都是模型。我带来这个，我把它同学想一想，这个我要代表什么？这个我要代表什么？哎，你们知道这个我要代表什么？当然我是要代表一个帽子的，对不对？我要代表帽子。所以呢，我戴着这个是什么东西？代表面具，对不对？哈，所以我这个拿的这个就是第二层。所以今天我们刚好要上这两个东西哈，所以请大家特别留心。我要从这个那个图像的，然后我会有一种带进来的游戏，就是要跟大家讲，这个都是我们的思考，所以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思考。有的人思考的范围是需要非常具体的东西，很聚练的；有人呢，他的思考是非常的扩展出去，他叫演绎的思考。好，现在我开始问你，那个有一种叫做聚练性的思考，就是说他会非常非常的会做归纳。好，例如说啊，这个你的我如果问你了，你不要手插这个边。你看看刚十五个那个地铁，你觉得他们的共同性是什么？一个场面来说，那共同性是什么？很有创意，很有创意。好，来接着。色彩都蛮缤纷的。色彩缤纷，好，来接着。来随便拿到就可以说色彩缤纷，很有创意，色彩缤纷。然后呢？有一点流线的感觉。有点什么？简约的风格。哦，简约的风格是所有都很简约吗？简约，简约就简单的意思哈。你觉得都很简单，那我怎么看起来有点复杂？好，这个是你看到，好，你再说。有空间感的设计，还会运用一些的保守。哇，好厉害，熟悉的七个。好，所以你要不要好后面同学做个结论，归纳一下？他们有四个不同的，对呀、啊，我们再训练一下聚练性的思考，所以等于四个同学，等一下你们这边要抽象性的哈，你要比较那个演绎性的思考哈，来你说一下，把四个人做一个结论。都让人家很印象深刻。印象深刻，都让人家很印象深刻，你们觉得他的归纳好不好？赞，好，给他印象深刻，好，这个是很赞的鼓励一下。好，这我们给这五个同学鼓励一下。好，我们刚刚在做一件事，就是说。你要知道什么叫思考圈，这有两种最值得大家要去学习的。我如果问你说，你觉得这个归纳思考比较重要？另外还有，我们现在开始考这一不是考了哈，来你看一下了哈，那个地铁里边哈，你可不可以归纳一下？你可不可以想出说哈，那个如果你现在做要有一个，你现在开始，如果你是一个要设计一个什么东西，一个楼梯好了。你觉得他要注意到哪一些？他必须要注意到哪一些的？他会变得很有创意。如果你要想要设计一个楼梯，一个房子都可以哈。你们现在好设计一个房子，你觉得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比较好？那这样一看就知道，变成第十六个哦，就说你是世界上很有名的，比如要这样讲，你就要注意到哪一点？主题性。主题性，要一个主题性的。什么叫主题性？就是它的整体的布置的概念都要有一个相同的主轴观念。好，就比如说我今天下了一个主题，比如说森林好了，那它整个的整体布置就要有在这个观念上面，就让人家一眼看就觉得哦，这就是表达一个森林这样子的意思。好，它要设计一个森林的
例如说他这一排的同学是不要急哦，好不好？都要练习的哈。好，现在你们的老板说，我们现在来设计一个主题式的餐馆，请问一下你还有什么想法？主题式的餐馆，你有什么想法？后面开始准备哈，都会有可能讲到，我等一下到后面去哈，才比较公平。你觉得这个主题式的餐馆，它已经声明啊，主题式的公。你觉得哪一些可以专注可以想到的？就可能大家觉得是绿色。绿色的，他觉得他注意颜色。绿色要多彩多姿。绿色是主，绿色就是你觉得要用的色彩是要绿色为主。来，那你看看我们的主题式，好，等一下给你。你的主题式的餐厅还要注意到什么东西？要特色。要特色，我特色他掌握了，我知道有特色。一眼就看出来，一眼看出来就是以主题为主，对不对？好，那你要不要再说一下？你觉得还有什么？就是如果是我觉得像如果是餐馆的话，就是菜色方面可以是可以多一点绿色的蔬菜。所以你要认为要素食餐厅，对不对？对。他要素食餐厅，看你的，因为你还好像还想想。你觉得如果我们你们这几个同学哈，要设计一个主题的生意餐厅，他们就想到，你会看到他们的颜色开始，他要连食材都有的，然后你来做什么？我觉得应该是特色吧，特色它有一点可以让别人一眼看出它跟别人不一样。像我印象中，就是对一座桥印象很深刻，它是可以就是卷曲的。它不是这样子开起来，它是可以像整个怎么讲，藤蔓这样整个卷起来。平常是卷起来的桥。对。什么时候会卷曲起来？好像在那边他们差不多下午10点到6点的时候。为什么那时候要卷曲起来？有船要通过。对，这个它有时候是那种会平常的时候有大船通过，它就往上一下，平常就会有。卷起来。它会卷起来，我看的是这样往上去。没有。卷起来，在哪里我看到？一本书看到，谢谢，谢谢，图书馆借。好，谢谢，谢谢。如果你要拿出来秀，可以拿出来秀给大家，因为我看到的很多个国家里边，因为有时候哈，我记得有一次在那个五大湖区，美国五大湖区，它每个湖五大湖的水位都不一样，所以这个它的低水位高水位的时候，有时候它船要通过，它一定要把那个闸门放下去，水位高起来，然后这时候才可以进来，然后等到这一船。这个水位要往下的时候，这个当他进来这边闸门又放下去，这个船才可以到低水位的去，这个都是为了调整水位。我看过你说的那种，但是没有看过卷起来的。好，同学有没有想到说，当有一个人有一个发想，后面同学要紧接的时候，这个叫做演绎式的思考。所以归纳式也好，演绎式的思考，你们认为哪一种比较重要？认为归纳式比较重要，请举手。认为演绎式的思考比较重要，请举手。认为两种都重要，请举手。你们就错聪明了，两种都重要。如果你被老师骗的话，你们你要知道，常常要训练哈。所以有时候像这些同学训练叫 brainstorming， 就是脑力激荡，脑力激荡。但这边的同学他有一种叫做领导力特质，一定要有。如果你将来要当老板，你一定要知道。当我把所有的东西都讲给你听的话，那你会把你的员工变成给他变得就可能他能力就变成跟你限制住了。因为你就说我要这样做，所以你要这样做。像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你的员工只有会越来越自私，会越来越自私。反过来讲，如果说你要让你的员工有一个换位之下的话，就是说好，我就要带一个主题餐厅，这个主题餐厅就如同在森林，那就好了。那让你的员工自己去发想，最后呢，你还做一个统整。好，所以这两种能力是同时要兼备的。刚你讲到一个森林餐厅，我就跟不少的同学知道一个叫那个在美国叫他叫哈 Forest 就森林餐厅。所以这个森林餐厅在美国在加拿大都有。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因为我后来离开。我在1992年那一次第一次离开，他在1993年才盖好，叫 Mall of America， 它是美国最大的一个 mall， 里边就有一个餐厅，它叫
那个 forest 就森林的。后来我在第二次再去的时候，我发现到我会真的会非常迷住，因为它就像一个森林，然后那个所以那个墙壁哈，一下就是你进来坐在那个地方哈，它会带路的人啊哈，还有在里面服务的人都穿的就是那种森林的那个导览那种，哦，就穿森林的衣服了哈。你们知道导览森林导览穿的什么衣服？绿色的，对不对？所以他就会把你带过去，然后他就给你号码 ，Adventure First。第一号的 adventure， 第一号的冒险者，第二号的冒险者，所以你拿到那个，然后你就按照那个按图索骥，骥到一个地方哈，比如说啊，你坐了一下子，哦，摇手就在你前面这样掉下来，你会吓死，然后一下就是开始就有那个晴天霹雳的感觉，然后一下子就有那个怪兽出来等等之类的，我会看到里面的很多人到那边去庆生，尤其那个家长哦带着小孩子。好，这个是一个我看过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产品，当然还有很多了哈，像台湾也有，像那个我们知道哈，台湾走古典路线也好，像那个台湾原味对不对？盖了两间哦，生意好不行，又盖在现在又盖在那个同盟路要盖第三间哈，类似这样哈，还有很多这种想法哈，事实上我们都可以知道，它是一个创意的发想。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有可能又用嘴巴讲过去，所以这种东西的话，我们就说你会储存在长期记忆。长期记忆我们讲过没有？有哈。所以你可以知道，当人一开始会有一个输进去，就是感官。感官进去以后，你就会很容易，如果你没有去 attention， 没有去注意到的话，它就会忘掉。所以你进去以后，你只有看到感官，其实就是两秒钟、三秒钟。但两秒钟、三秒钟以后，哎，你进到一个进去以后，你就进到一个短期记忆。短期记忆的话，就米勒的七加减二，对不对？好，我们玩过这个游戏。所以米勒的七加减二，你就会看到说，哎，有你的印象里边，如果你低于五或是高于九，都是非常高于九当然很厉害，低于五就是你实在很健忘了哈。所以多多学习哈，像这个。然后你来到长期记忆的话，你就要做一个叫做 working memory， 对不对？当你的 working memory 就是你开始要做，我要怎么样去联想，我要怎么去挂钩，我要怎么去把它串联等等，变成一个故事，你们玩过了嘛哈？所以很多同学如果觉得自己哈实在是，比较容易忘记事情，拜托同学一下做很多事，你就来就到一个长期记忆。所以长期记忆最主要就是你要记情节或记它的哈图像，这两种东西对长期记忆是很棒的哈。所以我们。刚已经玩过说归纳了，好，可以演绎，好，接着，所以我们还第二个要讲到问题解决能力。这个问题解决能力就是说，我们不管你将来读到硕士、博士或是大学，你就出去就业都没有关系。你要知道一件未来的事情，就是说你一定会面对问题，这个叫做问题就来了，你要怎么去解决？所以那个 problem solving 就是说你的问题解决能力等于是你。还没有出社会或是你要进到社会里边马上就出来的问题了，所以你如何去解决你的问题的话，请大家特别留心哈。所以你要问题解决，我们的建议是这样哈，你一定要把过去的经验还有知识还有技能跟了解去思索去探索去推演出未来解决陌生情境的需求。所以将来你找工作的时候，同学要跟你讲，不限于在台湾，最有可能是不限在台湾。如果你的工作是你从来没有到过地方，你们要不要投件？投件以后，你敢不敢去面试？你敢不敢去面对完全都不认识你的人？敢的请举手。敢的请举手。好，一个人敢，其他人都不敢。你敢吗？敢的请举手。好，都不敢的哈。好，两三个而已，同学都不太好意思举手。虽然不是那么早，我在读大学，我们老师不会跟我讲这些。因为他都会跟我讲说，哎，你出去哈，就会那个工作一定是你很熟悉的。但现在我跟你讲，你的工作绝对不是你熟悉的，你的工作很可能在学校永远没有碰过的。所以这时候怎么办？要考试。我跟你讲一个例子哈，就是我现在我儿子在做面试，因为他每天会跟我讲，因为他现在在美国到处飞哈，他在找工作的时候，他跟我说，哎，妈妈，我觉得很奇怪。我去看两个科了哈，因为他要面试一个叫做肿瘤放射线，一个叫麻醉科。他说，当我去面试那个麻醉科的时候哈，那个医生跟我问的都是研究的问题，
研究的问题。但是我去跟总放的医生跟他们在面试的时候，第一点要跟你吃饭，吃一顿饭要几个小时，你知道吗？三个小时。啊，三个小时要谈什么？他说哦，如果遇到印度人就会考虑心算。哦，心算了，因为印度人心很会算算术，要考虑心算。然后接着要考你，考你，跟你聊天都没有什么主题的，就是聊天。所以他觉得好困难，他比他读开篇 paper 来跟你研究还要难。所以这怎么办？就意思就是说，这个他们都没有教，老师也没有教他怎么跟你聊天，所以怎么办？要去想办法，对不对哈？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个就是一个陌生的情境，所以他必须要，然后不管怎么样，他回来以后一定要做一件事，就是赶快写一个叫做感谢信。好，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然后谢谢你们问我这些问题，都非常让我很多的思考等等之类的。所以这个就是他完全没有人有办法帮他做事，所以请大家记得一件事，就是说学校里边我们能够做什么给你，就是说我们只有跟他讲说，你要把你过去学的，你要去思索，你要去探索，你要去推理，满足未来解决陌生情境的需求。所以你要假设很多问题了哈，我们并没有需要你要背很多，但是当问题来的时候你怎么去解决，而且这个解决必须要有勇气哦，好，必须要有勇气，而且这个不要觉得哈，所以我发现到同学自信心过强跟没有自信心，这两个都是很糟糕的事情。当你自信过强的话，你就会觉得说，哎，你要察言观色哈，你真的不能够太强，就是说太强的话你没有准备，太轻的话，如果自信太弱的话，你就是有准备也讲得不够好，这样对不对？好，所以我如果是你们的话，我会多，我上回有跟大家提到说，我会多多的去跟他交谈，主动跟他交谈，就是到电梯上你遇到哪一个老师你就跟他交谈哈，因为我都总觉得你由别人的，不管是同领域不同领域的话，我都觉得你会得到很多很多你在课本里边没有办法学到的。好，再总而言之哈，我们再提到一下哈，你不但要把你知道的东西加以组织再利用，帮这些找出来你的解决的方法跟途径，还有就是要你的交谈方式的话，就是说你跟同年龄也好，不同领域的，就是上礼拜我就看到同学慢慢的把你的那个团队哈，这样互相交谈。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内向一点，我都觉得你的朋友应该找一点哈，比较开朗一点。那如果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外向的话，老师也有时候也会担心，为什么？因为你是一个顾前又失后的，那顾此就失彼，啊，瞻前不顾后，像这样的话，你就要找一个比较，你就说，哎，我做好以后帮我看一下，哦，不要，又不是在投注哈，下去就离手，是这样。你做完以后给他看一下，你帮我找缺点、找漏洞，哦，如果你有这样的朋友，我觉得还不错。就是说你必须要知道哈，那种大家互相互补了哈的意思是这样，所以你的过程跟结果是同样重要，所以你知道吗哈？所以你不要说对不对，不是这个意思，我错在哪个地方，我错在哪个地方，我哪里地方思考不够周密，这个对各位来讲可能会更好，好不好？好，接着我们再提到，当你要问题解决，我们就提出五个 idea 哈，这个idea 里边那个第一个要确定 identification， 要确定问题。有时候了哈，当你遇到问题，就说你遇到一个很困难的问题，老师要叫你去，管院最常做这种事嘛哈，老师就说，好，我给你10万哈，不是真给10万的哈，这个假的，我给你10万，你到一个礼拜以后赚100万，你要怎么做？不是偷不是抢，好，你要怎么去处理，对不对？你要去网拍去做什么都可以，你开始去抢，就说一个本钱给你。所以你认定问题的话，第一个要了解到底要叫我做什么事。当你认定问题以后，你一定要去找过，你的问题我们知道是不是你范围可以的，如果没有的话，你可能就是想资源，对不对？你可能去找别人，有找资源，找那个很多的 information 来补充你的不知嘛哈，然后你去解决那个他的策略。这里的在探究那个解决策略，最有可能就是要用到要演绎的方法，然后最后才做一个行动哈。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很多人当你要解决问题的时候，一下就来到这个叫行动，你马上都没有去思考，马上行动，我们就会叫做什么？你们就会像无头苍蝇一样，所以你都没有经过思考。
没有去探索，没有经过去珍秘的过程的话，你就直接来到这个地方，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因为你失败概率会非常大，这样懂吗？哦，所以请大家不要怕事情的哈。我们知道年轻人，我经常跟很多同学讲说，如果你怕事情的话，你就会插手不管，哦，就好像同学有很多，好像在只有听老师在讲，好像我的课跟你无关哈，哦。但是如果你又能够去，把你的想法写出来，然后来问我，我再回馈给你。老师当然不是全然接动，但是我最少给你，可能会给你一个 advice 哈，这个对各位来讲是不错的了哈。所以请大家多多的去想一想，很多时候你去确定问题，在界定问题，就是说到底有多大，范围多大等等之类的，然后最后它效果如何哈，就你的头脑里边要有一个大致的蓝图。当有大致蓝图以后，哎，你才去做，最后要回顾。什么叫回顾哈？回顾的意思就是我给你写的叫 big bang 跟 reaction， 意思就是说我要去看看我到底做的有没有达到我目标，我有没有达到我的目标，对不对？很多时候，尤其我们在一开始在面对事情的时候，你想到我想到哎应该会这样，但事实上都要打很大的折扣，都要打很大折扣，包括我现在在想事情的时候也是会打很大折扣。但是当你一开始的时候，你要去解决问题的时候，你这样真力去想，最后呢你打的折扣里面还是要给自己成就感，然后纵然你的回顾里面我给自己打80分，我那时候只有没有关系了，我们下次再努力就好。好，所以你在过程里面要尽量去做，但是到回顾的时候就是说我要给允许，就是说我给自己到底打几分，这个倒是要做。为什么你需要做这样的事情？不然的话你就会得过且过，对不对？得过且过的话反正做完就算了。如果你还是抱持着做完就算的话，老师还是要给大家想一想说我做完就算，你学到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完就算了。考试成绩是一回事，但是当你考完试考得好，你要去想为什么可以考得好。我考得不好，更应该想我是哪个地方环节出了问题。像这样的话，我就相信你的进步就很大哈。好，再好，接下来哈，那个一个小故事哈，因为我讲故事那个不少是几年前，大概有一二十年了哈。我是大概2年前拿到的这个讯息。他说有一个美国，你们知道美国很多他们要到那个到外太空去当太空人，就是很多人的梦想，对不对哈？有一个国小老师啦，他也希望当太空人哈，但是他在20年前那时候他就因为他要找几个人，就是跟那个太空人一起到就是发射你到卫星出去，然后到那边去看外太空这样。那时候这个老师他是候补，他就没进去了。没想到前面那个老师进去就马上就开发了，就死掉了。所以他20年前是想到外太空去探险的。等到20年后，这个老师，他就真的那时候他已经50几岁了，他就已经变成外太空人，他就进去了。进去以后，他就跟那个就坐太空船出去以后，他就联系跟他的国小的学生联系，然后那个小学生就问老师一个问题，他说。老师，当太空人跟当老师有没有哪里不一样？好，这是我要问你的，你们想想看，当太空人跟当老师有哪里不一样？好，有没有人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那个老师会怎么回答？学生问小学学生，好，问他的老师说：“老师，你当太空人，你现在天上，然后他们可以连线嘛？哈，视讯嘛？哈，然后跟你在平地上教我们。”你的感觉有哪里不一样？有没有人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就踹一下吧。你们想想有哪里有不一样？有没有同学要回答我问题？太空人跟这个就是要努力的想一下。你觉得那个老对不对都没有关系。老师，你当太空人跟当老师有哪里不一样？薪水不一样。薪水你认为当太空人薪水比较高，薪水不一样，所以他老师，但是如果每天都当太空人也很辛苦，
而且很可能就去就不过回来。好，薪水不一样，好，你的想法很好。还有没有其他有想法的？你觉得这个老师会怎么回答？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答案。你们想想，那个老师会怎么回答？薪水不一样，一定是的，好，但是他应该是客串的太空人，就此而已，好，不会再永远的太空人。有没有人要回答我的问题？有没有人要回答？来，这是你的哈，那个穿绿色的。哎，这是你啊，不要脸的。哎，你觉得，回答一下我，因为我一开始讲我的答案就不好玩了哈。你们觉得当老师跟当太空人哪里不一样？来，请说。你犯错了，不能打你。犯错了不能打你，你这个有这个，所以你在那边不做灰灰，老师打不到你，鞭长莫及，对不对？好，很好。还有没有问题？但是不是？还有没有其他想法？还有没有其他想法？这个老师很绝哦。有没有人要回答我这个问题？好，来，老师怎么回答？在太空中很安静，不会被你们这些小屁孩打扰。所以你就想到说，当老师一定很累。好，这个都还不是正确答案。当老师的时候想当太空人，可是当太空人就不想当老师。哦，这样哦，哦，好，这个也是有名的，但是不是他的吗？所以你们都还没有讲到，还有没有？好，我再接受一两个，来，这个女同学，来，你们觉得这个老师会想，他很绝，我到现在印象很深刻，你说。当太空人是完成自己的梦想，当老师是带学生实现他们的梦想。哦，带学生，这个是很好哦，但是也不是这个答案，是很好，不是他的答案。你们每一个人讲的都是你们的梦想。都是你们的，都好，哎，就是老师可能会说，你当当看你就知道了。哦，当当看，所以你不能来当代，所以那个他是希望那个学生有一天也可以来当代或太空，就是把他的想法就留给学生去实现哦。好，还不是他的答案，还有没有？好，后面有一个，来，后面同学，你会勇敢举手哈，好不好？因为我们的机会越来越少，剩下四次啊。压力不一样，压力不一样，真的是有压力啊，也不是他的正确答案。大气压力跟心理上压力。哦，对，这个你们都想的很多，所以我发觉你们有创意。好，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哎，同学们，最后一个，来，就是你的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好，最后一个，哎，是你，没有人举手，没有了。好，伸懒腰哦。好了，干脆老师自己回答，你们看看有没有道理。我们是自编的。他说小朋友，我跟你讲都一样，在平地上我教你是在 explore， 他就讲 explore 是在探索同学，探索你们的未来，但是我在太空是探索外面不知道的世界，所以都叫做 explore 探险。他就这样讲，你们觉得这个老师怎么样？是吗？对，所以他说当我在当小学老师，跟我变成为太空人，我都一样，都在 explore， 都在探险，都在看一下那个不同的世界，不同的人，好，所以这是当时老师的想法。但是我看起来你们当太空人的时候跟当老师，你们的想法跟他不一样，所以人家访问你的时候你就这样讲哈。但是那个老师是这样想的。好，现在我们用一个思维来了哈。好，请跟大家讨论一下，我们有不同的问题，一种叫结构性的，一种叫做半结构，一种叫完全无结构的。所谓的结构性的话哈，无结构的话就是说，哎，等一下你那么快。所谓的结构性的话就是说，标准答案有的，你怎么做就是一个标准答案，对不对？哈，这个你们经常考，你们左脑很发达，所以现在老师出了一个很知识的问题来问你，我就相信你们就知道它到底六跟六，对不对？这个你就知道它到底它体积多少，这个没有第二个答案，对不对？好，第二个叫做无结构性的。所谓的无结构性的，这是我们学校的哈，图书馆在这个地方，隧道在这个地方哈，这是我们助教他们自己扫描出来的。所以你要看看哈，从隧道口遇到外校学生，巧问你说图书馆，请问怎么样从隧道口到图书馆？好，现在我们请两位同学来指导一下。如果某个学校的同学他来到我们中山，他根本不知道图书馆怎么去，来，你怎么跟他指导？隧道口出来就会看到，隧道口出来会看到，就是第一栋建筑就里院嘛，然后右转，然后直走，
然后中间是行政大楼，然后行政大楼再过去就是图书馆。哦，你就会用这样，所以你要用我们现在哈，它你用了几步路？五六七八步有哈。好，有没有人可以给更简单的方式来更好的？你们两个一起讲，不能同时讲。要讲在你。我也重复，万一我重复就不会。好了，这道同学没有自制牌，你自己看吧。哦，这样啊，哦，你这个是负责还不录的？啊，如果没有指示牌呢？你要怎么说？就是你，我是那个什么，就是补充他的，就是你先走到前面那个行政大楼，然后你走到你到绕到行政大楼后面，你会看到两尊铜像，啊，你那个什么，看到那个铜像就是那个地标。地标，然后你看到那个地标，你这最后面就是你要的地方。所以它应该有三步路了哈，就是说行政大楼后面有一个地标，其实我们学校还蛮好认的。有没有人？你们后面的有没有人在比他短？来这里，有没有比他短？啊，两个人好，来你们最好讲不要的，不一样的，不然等一下会打架。右转走到最底的斜坡前。右转走到最底的斜坡前面。斜坡前面。然后左转正前方那一栋，就是。就右转左转这样啊，人家左右边分不清楚怎么办？你的右转跟他左转不一样，那就背对隧道口右转。哦，这样哈，很清楚。来，最后一个，就前面你看到的那一栋建筑物，就是它是长方形的，然后就长方形一直走到底，然后你往左边，左边看，你会看到一个广场，它走到底的那一间建筑就是。图书馆，哦，你们都以这个长方形的地标为主了哈，然后其实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像，好，非常谢谢这几位同学共同合作，我走到后面就越来越短了哈，所以可见的同学们借这个机会，我们就把学校里边让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学校怎么介绍的哈，很多同学大概都会从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是同向，然后就可以告诉人家，其实我们这样问起来，同学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说法。如果有一天，这是我们学校这么单纯哦，如果你在看更复杂的地方，那时候我们就很麻烦。那个我记得我去第一次到我自己的学校的时候，我跟你说的哦，那个真的是很复杂，有最少有三个校区，好，就是尼西西里 river 把它盖那个有一个圣保罗的一个米尼阿波利斯，那米尼阿波利斯又分成东岸跟西岸。一开始我看到贝肯的银行其实不是是岸啊，河岸，然后学校里面那个沙漠巴士在那绕来绕去，我就实在是很头痛。然后最担心是考试就给你分配在很多很多不同地方，让你常常你如果没有找半个钟头去找教室，你有可能就找不到，不像你们好五分钟就找到了哈。所以像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会知道，其实这个叫做情境不明。我们学校是因为你很熟悉，情境很明。如果说你有一天到一个情境很不明的地方，那唯一的方法你当然要找到了哈。然后接下来你就要靠你的头脑，靠你智慧去判断，到底哪个地方最有可能哈，最有可能发生。在那个地方会跟你做面谈，会跟你考试等等之类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当有一件事情没有标准答案，那就是要靠你智慧的时候，你要靠很多很多线索。如果在这个地方啊，很少同学讲，哎，绕出来往这种，哎，没有人绕出来往这种，因为你会看到，哎，我们要越清楚越好嘛，哈，这个感觉。所以我们知道如何达到那个直线，当然距离是越短的，所以越清楚的意思哈。但是如果有时候那种大的地标哈，大的地标可能也是你指导人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哈。像你说，什么路什么路，但很多人是路痴哈，这时候你怎么办哈？你看左转右转左转右转哈，到最后一定迷失方向了哈。好。接着我们讲到没有结构性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的助教带领大家玩一下小小游戏的哈。好，没时间。好了，他说没时间，好，那没时间我们就算了哈。没时间，大家回去算哈，以不超过四条直线把所有的点连起来。好，这个给他们自己做哈。好，所以你等一下，如果说你们有准备吗？如果大家想一想哈，你不可以将笔离开书页哦，不可以将离开哦，也不可以超过四条线，所以最多只能够画三条，对不对？四条。哦，不可以将不超过四条了哈，将所有的线离起，对对对，同学可以自己画一下，你们自己画一下，画在你们的杂技卡后面。
好，你们现在给你一分钟的时间，画在杂技卡上面，然后交回来给我们了哈。我会看一下，你们是不可以超过四条线，而且你的笔不能离开，好，不能离开就是这样画过去了哈。你要画出来给我哈。你到现在终于也要把这个桌面打开哦。所以老师以后要常常做这个，让那个动手做的游戏让你们弄，让你们好像我在演戏给你看一样哈。好，开始，一分钟。快举手一下，我们卡片要送过去了，我们的杂技卡送过去了，你都要全部交出来给老师看哦，看看你怎么样把它变成。来，后面没有，后面两个，哦，你卡片也来得拿，哦，我要送给你了，不要。好，那我们就继续不讲台给同学，我当然不能讲答案了哈，我继续就上下去了哈，因为时间有限。好，还有争论性的问题，刚有什么没有？有结构的，还有没有结构的？啊，没有结构就是刚刚给你画上四条线哦，同学要画四条线哈，然后画给我看看你的想法如何。然后接着我们看有争论性的，争论性的问题那更是让同学非常费神哈。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还会例如宗教问题、政治问题，还有那种比较敏感性的问题，这个都是很争论性的问题，对不对？你现在哈，我们知道有些人哈，当讲到政治问题就开始了，因为政治立场的不一样就开始吵架，对不对哈？尤其也没有什么对跟非的，所以每天都在看他人家在骂总统一样的哈。所以我看起来就不要看了哈。那这种争，因为没有那种正确答案，也是大家因为你的情绪上会受到某一些的对立的影响，你就会产生一种非常非常你的情绪上有的会太过于亢奋等等之类的，像这种情况之下容易起冲突哈。所以将来你去读书的时候哈，可能大家要知道，当你遇到那个政治问题哈、宗教问题，最好如果你觉得话不投机就赶快离开哈，不然到时候你会觉得不要说同学的感情不见了哈，就会变成敌对，这样是很不好的。好，走吗？走。我们有一个例子哈，那个像我们现在那个总统夫人，她经常都很朴素，她在很大的场合里边她都穿一个红的礼服出席国庆典礼，你认为这个样子好不好？来，我们两个同学来回答这个问题。不要画了，不要画了，继续画。哎，不错，我没有，我，哎，那个你这线不能弯曲哦，线不能弯曲哦，哈，线不能弯曲。来，你们觉得这个，你们觉得他这样穿，每次都穿一样的衣服，然后出席国宴，你们觉得好不好？没有，这个是争论，没有这个，我觉得不太好。为什么不太好？因为毕竟总统夫人是代表国家的门面的问题，就是别的国家拍到会觉得不太觉得我们台湾好穷呀、啊。就怪怪的、欸。怪怪的。好。很好的想法。来，有没有同学跟他的意见一样或不一样的，请告诉我。来，你对总统夫人穿什么衣服你都不知道，有没有同学要表达意见的？你认为他穿同一个衣服你赞同还不赞同？然后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好，不敢讲。来，没关系的哈，勇敢一点。你哦，我觉得是好不好？不太好。不太好。为什么不太好？女生说不好，男生也认为不太好，为什么？因为总统夫人就是很怕，
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国家的元首夫人。对，所以是觉得他代表门面。对，没错，没错，没错哈。所以你就跟他一样的看法，对不对？好，还有谁要讲呢？好，就是你了哈。来，后面的，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没有差，又不是选秀，又不是穿蓝白多加标准，所以没有关系的。对啊，没什么关系。所以你认为没有关系，因为看到我，他把他的鞋，因为他第一次就说啊，你坐前面不要穿，所以他现在看到我就把他的背包放在他的头衔啊，所以你也可以说没关系啊，老师，我是用头脑听你的课，又不是用脚听课嘛，哈。对了，没有错了，但是我非常担心将来改不过来啊。你去看你大老板，你说老板没有关系，我穿鞋子一定，我穿拖鞋一样可以跟你做事哈。好，没有问题。好，还有没有同学最后一个想法？你觉得好？来，就是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样的好或是不好？我觉得就是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啊。所以他这件事做，他要穿同一件或穿不同一件，就是看他的出发点是在什么情况。如果在普通情况下，他穿西装，那他隔天又穿西装，那是没差。可是他现在在参加国庆庆典，所以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他应该都会觉得百姓会觉得他要穿着不同的衣服，会有就是会呈现不同的创意的感觉。会比较好。好，谢谢。他讲到两个道理哦。第一个就是说，如果总统夫人都穿西装，那也没有关系，就每天你有看到那个男生，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哦，那个男女生也是不太一样，光制装会的问题就很差很大，对不对？男生就是一套西装，他就可以任何一个场合就穿那一套。那女生的话，你给他穿，就好像。总统来讲，他每天穿西装不会有人讲话，但是总统夫人每天穿一套礼服就有人会讲话，对不对？所以这好像也不太公平哈。好，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场合倒是很重要的哈。所以你如果去参加宴会的话，不管国内啊国外，我看很多，我看到他们真的穿得很整齐的，真的很穿很整齐，平常就邋里邋遢，但只要参加那个宴会，就看他三。哦，那个高跟鞋那么细跟的哈，我就会看到哦，穿得很非常正式。好，总而言之，大家要去看，所以场合很重要，对不对？上次我跟大家提到说，我们的实习平台，当学生回来跟我们第一句话就说：“哦，我才知道不可以随便穿。”好，当他穿得很随便，大家穿很正式；当大家礼拜五穿得很随便的时候，那么很正式哈。当大家穿得很正式的时候，他又穿得很随便，那这样的话就会格格不入了哈。所以连穿着这都是一门学问。好，这个就是一种那个争论性问题。好，接着，好，接着我们讲到这个，我想大家自己看的哈。你要来行动之前哈，我们会看到这个前面其实还蛮重要的，尤其大家有看到哈，它产生大量的点子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一个哈，叫做六顶思考帽，我现在马上上的。其他曼陀罗也好，脑力激荡也好，或说开放思考、扩散、心智绘图等等，这些东西有时候有人讲到说，哎，我们应该像鱼刺法、鱼骨法。所谓的鱼骨法，就是一个鱼的骨头中间那个柱子，然后旁边有很多放射性思考，这也是一个很好方法。另外，我们的六顶思考帽马上要上，等一下，最后哈，等一下，前面。当来到这个扩散以后哈，你开始要聚练，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当聚练是在比较后面的，它会慢慢的哈，它一大堆的东西出来以后，开始会有一个聚练归纳、归纳分析，最后用卡片的方法把它放在很多卡片，然后最后呢就是出入法。所谓的出入法就是说，那个这个地方是属于，它会把它分门别类的哈，所以有时候就是要归纳整理，比骨头我刚说的哈，树状法也的，最后会找出一个最好配合的行动力的哈。这是那个台湾师大的潘教授他所说的创造的过程图哈，所以你可以试用几个方法。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提到一个，那什么叫做六顶思考帽？就是我现在跟大家讲的，这里的六顶思考帽就是说它一种思考模式。我们一般来讲，大家可以看到黑色的，不同的颜色，这个蓝色代表蓝色，有点紫，但是它是属于蓝色的哈。这六顶思考帽都有不同的，不同的思考方式。那个他认为说哈，很多时候那个他认为说，由于那个辩论社的思维方式的限制了哈，他说至少西方社会落后了300年，这个你们自己看就好了。我们这种思考方式的话，就代表说你平常大概用戴这六顶帽子，只是你帽子我看不到，这是隐形的帽子。好，给大家表演一下。
好，现在我的情节是这样哈，当我上这个心理学的课，我当我戴上思考帽，我就会说，我的班上是110人，对不对？今天有几个人没来？好，大概差不多7-8个。那7-8位同学大概是占我的这一班大概有大概有2%，好吧？好，那我们开始上课。好，所以我就是呈现一个事实，这样知道吗？哈，这个是当我戴上我这个白色思考帽的时候，我情绪上是很平的，然后我就把现象跟他讲。同学们，这几个同学为什么没有来？你给我记住，助教给我写下来。好，这叫什么？第几组？好，那边也有，你们这群人是要干嘛的？你们典礼的组你没有来，你都没有去叫他来，你这有团队精神吗？当我戴到黑色思考帽的时候，我就说，你这个同学你心地很不好，你的同学在你旁边，你知道这堂课这么重要，下次是考试会考，你居然没有叫他来，你是什么？你的心里的怎么想的？喂，你想你这个思考不太好。来，这位同学，这位同学，后面的同学，哎，你们这群同学实在是不够友情哦。你居然，你看看，你们上次考试已经考那么差了，这个同学没有来，你居然没有，你到底在想什么？你给我讲清楚。你要知道，老师转过去不是开玩笑，我在培养情绪。我都发神经病，你知道吗？我们班上今天好像快要满堂不错耶这个同学没来啊，我知道他一定去，他是不是参加其他社团啊？对了，他参加那个金牌麦克风不错耶，这个孩子，这个不错。来，那另外一个同学啊，对，我知道，我记得这个同学，他上次发言很多啊，我相信了这个同学一定是他不是睡过头了，他应该是其他的跟同学讨论，对不对？对，好，有没有很正向？有，绿色。我们今天这个同学哈，大家都知道哈，那个上这堂课是很重要，没有错啦。但是你想一想看，如果他没有来的话，同学们想一想，他会去哪里？你觉得他会去哪里？养牛。养牛哦，为什么会去养牛呢？哦，看到我帽子绿色，所以他觉得可以有。哇，这个有没有创意啊？哦，有。好，来，请问一下，你有戴帽子，他也戴绿色是什么？请问一下，如果这个同学没有来，你告诉我他去哪里，他做什么事？因为很有创意嘛，因为我知道他为什么没有来。可能去图书馆看书吧，可能看心理学吧。如果你要想一下，这个同学没有来，我们就会替他想着，他可能会做什么事。刚刚我们只是很乐观嘛，现在我们替他想，很有创意的哈。所以这两个大家知道，那个正向思考的人哈，他会比较他随时都是非常嗨，有一点 over 然后 hyper 的感觉哈。但是如果来到这个，我还戴帽子嘛哈，我这时候我这个点子就特别多，没想到他可能做什么。他的情绪上来讲，他是有很多的点子，这个就非常的有创意，非常有创意，这个是很正面的哈。所以有正面，有太过于正面的话，有时候太乐观了。那这个的话，他会比较好，就是说特别有很多想法。好，现在我来戴这顶帽子。当我戴上这个帽子的时候，同学要知道哦，我这时候会变换很多很多的想法。一开始你不要那么害怕，
同学们，哎，你虽然写了很多了，但是这都不是我的重点。我觉得你虽然字写了很多，对呀，满满的没有错嘛，满满的没有错。但是我觉得你不是重点，你再给我写一遍。好，然后这时候，当我后来想想，不对，好，我觉得还不错啦，还可以接受啦，好，还可以接受。我当我后来换到我会怎么？当我带到这个来色放着的时候，其实我一点一点全部都放着，后来再一点一点放。当我想到，你不要那么害怕好不好？我看起来虽然刚刚老师第一个看我觉得你不晓得在写什么东西，但是我认真看，不错不错，很有创意，很有创意，不错哦，我写得很好。哎，然后还有画图嘞，哇，这个画得很漂亮，但是你画的是五条线。你画的是五条线，你知道吗？五条线不可以哦，不可以变成四条线。哇，你再做看看。好，没关系啊，没关系啊，五条线就五条线的，好吧，好，好吧。那我们总而言之就是这样。好，现在开始哈、哦，那个我们要请各，我们要从一二，我们有几个五个哈、哦。我们现在请五位同学出来表演。这五位同学的话，你如果出来，你要赶快找帽子，然后你要把我的情境赶快准备上。我们要面对那边，差不多培养情绪一分钟。好，开始，五个同学赶快出来，来，一，这是你的。你举手的，赶快出来，就是你了、啊。哎，好，现在我们请五位同学赶快出来。好，赶快出来选母女帽子，最难选是有一种颜色的哈，所以你如果太晚出来就会显到那一点，快点出来。五个位同学，你们要不要出去？好，快点，五位同学赶快出去。来，你旁边几个把他叫出来，一起去。你们要的话就整组出来。好，那一组同学全部出来。你们哈、哦、要有一种互相合作的心理，如果没有出来的话，这个同学我给他划在，快点，赶快出来。来，五位同学，赶快来选帽子，然后情绪培养一下，然后开始表达你的像怎么样，你的思考帽不同的话，你如何来做不同的变化？你要讲什么话？好，我们的主题是通识课的小组作业，就是我们心理学的。明天就要讲了，和同组同学，就刚好你们第几组？哎，你们第几组同学？十六组哈，十六组的同学，他们现在闹内讧，哦，内讧，所以这时候每一个同学哈，帽子戴起来，看着他。来，再把好自己看一下你的角色哈，一二三四，哎，我们总会有两个黄色，啊，黄色一个就可以了，一个啊，蓝色，你要换蓝色，好，换一个蓝色哈，好，大家每一个你们如果准备好的话，就开始对着同学表演哈，好，培养情绪一下，你知道老师要培养很久哎。题目来，题目可以了。晚上八点还看不到人，没想到正准备回家，就突然下大雨了。就现在。好，现在可以了吧？哪一个要先出来？不一定要按照那个，不一定要按照那个，你就随便可以找一个，可以准备好就请到这个地方，这个就是你的舞台，请到舞台过来，好不好？好，行，可以的。对，那个黑色就是代表负面，所以你不用解释，直接演。我的主人没来，可能。你这样不太像，因为你有笑容。雨下这么大，我的组员又没来，他们可能会是出车祸了。你们觉得他像黑色吗？像吗？接近，可是我觉得他不够阴沉，不够阴沉哈。好，培养情绪再出来，你马上出来哈。好。可能是我记错时间吧。
雨下那么大，反正回宿舍就可以洗澡换衣服。同学们，你知道他现在扮演什么角色？你现在想听好吗？太好，我的帽子有一点点，不是很坚固。我觉得你戴上会比较好看一点。对，真的很可爱。好，请说明一下，同学要知道，他每讲一句话，你就要告诉我他现在扮演哪一戴哪一个帽子。好，开始。八点了都没看到人，可能是我记错时间了吧。什么吗？黄色，他说八点的都还没看到人，可能是我记错了时间，对不对？可能是我记错时间。你们觉得他是黄色吗？我总觉得是白色。好，再继续。雨下那么大，没关系，反正回宿舍就可以洗澡换衣服。好，什么颜色？黄色。好，飞。好，接着。没有了，所以他只有扮演。如果真正蓝色的话，是所有都要让你变了哈。他是组合两个，要不要再多一个？你看还要照他来讲，他应该还要就怎么都要让你变，好，怎么让你变？还是你去培养一下学习？好，你看。看题目，他题目忘记了，所以哦，这个不能怪他，题目忘记。没有，继续，好，继续。你还有好几个没有讲到，好，他是黄色跟白色，然后好，接着你们几个同学，好，开始了，好，红色狮口帽出来了，红色哦，很多人一天到晚都戴这顶帽子在跑，好，开始。这人怎么回事？跟人家约七点，怎么可以到八点都还没有到？难道他不知道此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吗？像不像？有点像，可是我觉得太有笑容了。所以你要知道，当红色思考帽一出来的话，是非常非常的彪悍的哈。可不可以坐一下？再坐一下。红色你不够红啊。其实你不够狠，震怒、暴怒的感觉，培养情绪，都可以笑。这老天是要跟我作对吗？人都已经等不到了，还要这样下雨。有一点进步了，但是还是有一点笑容哈。以后你因为这个不是表演出来，是有时候你的心里就在跟自己对话。来，下一位，谁？来，黄色狮口帽，十六组的，现在表演是十六组的，来说一下。我的组员都没有来，好开心哦！这样今天就可以不用跑，今天就可以不用讨论。标准。来，下一个，绿色狮口帽，或是白色狮口帽，出来。我组员今天没来，可能是昨天可能被托梦说今天会下雨，所以他就。知道今天可以不用来了，有没有创意思考？有哈，有一点，然后不错，很好。来，最后白色石头帽，请出来。都八点了，组员都还没来。那我回去分配一下题目好了，刚好有六题，我们组员有六个人，那这样刚刚好。如何？不错，好，鼓励一下。好，我们这一组的哈，那个第一次出来表演能够有这样的成绩，很不错。好，谢谢这六位同学都要给一个卡片了哈。好，谢谢同学们哈。那个好，现在我的啊就放回放给他了哈。好，这个就是我们平常经常在想的了哈。所以大家看一下，当你戴着，所以你们头上戴的是不同的帽子。你任何事情，例如说你遇到好的事情的话，有可能你当然就会有很多的这两个帽子出来。一般来讲，很多人也会喜欢用这种中立客观的，例如说他比较理性一点，理性一点的人一般来讲头上戴的帽子大概是这些。但是比较有情感性的，例如说他脾气像暴躁一点的话，他有可能喜欢戴这种很愤怒的，然后他情绪上感觉到很激动的。当戴这种黑色狮子帽，一般来讲不太受欢迎的。为什么呢？好事情在他嘴巴就变成不好的事情，想法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阴暗沉的感觉。当你戴这两种帽子的话，
更有又没有银色哈。当你戴到这两顶帽子的话，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讲很乐观、很正向思考的。当你戴到这个绿色思考帽，有可能你的想法就跟人家很另类、很不一样。但是你戴到这种帽子的话，这一些人大概来讲，他比较能够控制他情绪，他很转换的很快。这种人也代表是说他可能情绪，我们知道 emotional disturb 就是我们有一种叫情绪障碍的。但是如果你要 EQ， 现代人 IQ 很重要，但是 EQ 更为重要。这种人 EQ 还蛮高的哈、哦、，EQ 还蛮高的，他会随时转换不同。纵然就很生气，他想说不可生，不可生气，生气我就完哈、哦。所以像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可能就会比较有办法把那个你的情绪把它 handle 不错。好，总而言之，我们就有这几顶帽子，同学都在戴。好，接着。接着我们接下来进到一个主题了哈，这个主题里边今天就哎，我会提早三分钟哈，因为我像一贯下来会比较快。好，我们讲到人格哈，什么叫人格？人格就是一个面具。现在大家看到我这个东西哈，当我带到这个你看不到洪老师，这时候如果你进来的话，你看到我这样，你会觉得这个老师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请说，这个老师是属于什么样的老师？奇怪，老师不会，好，老师很奇怪，没有我，你把这个特色讲一下好不好？特色讲一下，你觉得如果有一个人哈，他平常就是这个地方，当然我不会戴这个面具，我的意思是说，经常他包装把自己包装成这样，你的感觉怎么样？好，来这边有说话，当你看到有一个人。他经常都是这样的外表，光鲜亮丽，然后你要说很闷骚啊？蛮什么？闷骚，很闷骚哦，这很闷骚。为什么很闷骚呢？因为这面具就是白色的部分的话，是鼻头表情就感觉很平淡无奇，可是他右眼的部分有一些钻石点缀，然后呢，还有上面有一些黄色，就感觉想要跟他接触。没错，你觉得这种人你会想乐意跟他亲近吗？不会，不会，拒人一千里之外的感觉，对不对？有点恶心。我觉得你还蛮会形容的嘛，好，那个我们只是开始，好，等一下还有游戏可以看，好，现在我们看一下，什么叫人格？人格其实它是从拉丁话里边的，叫做 personality， 好，我们现在叫 personality， 就是人格特质了，这个人格特质我们简单来讲，你们都学过周哈里窗，学过几题什么？好，如果但是有些老师们好像没有教到你的这些哈，其实你们国中、高中的辅导老师就要教。好，我那时候当高中老师，我教他。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哈，周哈里窗哈，他是一个那个，我们也是讲人格里面最基础上要这样讲，有一部分是你知道，我知道，有一些部分是，例如说了哈，我们自己跟他人哈，有的是知道跟未知的东西的哈。你给我这一支啊，很快就被我弄完了，还没有哈。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哈，有一个是当你知道跟别人也知道的，那叫做开放的我。什么叫开放的我呢？就是说你知我知大家都知道嘛。你的名字我的名字有没有人不知道我叫胡瑞尔的？没有人不知道，对不对？这是开玩笑了哈。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就是你的身高、体重、长相等等，你都知道嘛哈？谁不知道杨校长？有没有人不知道杨校长？告诉我一下，我去跟他说。你不知道？那我跟他说，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不认识你哦，你要出来给同学知道一下哈、哦。这个叫开放的我。所以每一个人，你的姓名、你的性别，这个都是众所皆知，叫做开放的我。好，第二个自己，但是我们知道哦，你如果自己知道啊，别人不知道的，就是一个隐藏的我。这里隐藏的我就是秘密，对不对？你有没有秘密不让人家知道？有的请举手。应该有嘛，一定有嘛。这个秘密，有些秘密是一辈子都不能跟他讲的，有些秘密是好朋友可以跟他讲，有些秘密是大部分的朋友都可以跟他讲，好，所以秘密就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你如果要问我说老师什么秘密可以跟他讲，你就来找我，我就跟你讲哈，因为老师有很多的 people 我可以告诉你哈，就是有些你知道别人不知道，这叫做痛苦的经验是秘密嘛哈、哦？有些不为人知嘛哈，有时候跌倒吃屎你了，跟人家讲吗？不好意思嘛，对不对？这个怎么可以？这不可能嘛哈、哦？这个当然不行，痛苦经验嘛，对不对？
还有你被甩了，你敢讲吗？不好意思啊，丢脸丢到家了，对不对？除非他是我的哦非常好的朋友，我才敢嘛，对不对？被甩了，有没有甩别人？甩别人说不定你敢讲，被甩你一定不敢讲，对不对？有没有人？是不是啊？同意吗？嗯，同意啊。好，另外一种叫做别人知道，但是你不知道，哎，这就是习惯动作。你们小时候哈、哦，那个一定很活泼、很顽皮，对不对？聪明的孩子都这样。然后你们会帮老师数说他的口头禅几次？哎呀，哎呀，怎么的？老师都不知道，以为你很认真，要在其实你要看看他到底口头禅几次，然后跟老师画画老师的图像，然后一直跟对老师笑，老师以为你很用功哦。结果这个叫做什么？叫做习惯性动作嘛，哈，对不对？哈，你都做过嘛，哈。还有口头禅，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不知道，我别人也不知道，这就是潜意识。这里的潜意识是很厉害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站的是非常非常深层的地方。我们人被人家知道的，像你的开放的我，或者说你的有意识的我，其实占的很少，只有十分之一。很多地方是在潜意识或是潜意识的地方。所以你当然看到潜意识或潜意识，潜意识前面的潜是代表说有时候清醒，有时候就是说是好像清醒都没有清醒那一部分。例如说喝醉酒，哦，酒后吐真言，酒后吐真言的时候，其实有一些还有保留，但是你想的可能比较真心话，那个就潜意识。另外一种潜意识就是说你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你就是被这样的察觉出来，这种是埋在内心的深处里边都会有的哈、哦。例如，好，潜好，他想过哈。哦，那个潜意识我们接下来等一下马上提到，所以我们再讲下去哈。那我们讲先讲到人格了哈，这个人格不是说今天戴的好，例如说我刚戴这个面具，我可不可明天马上就戴这个面具出来？不太可能，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符合我的条件，它独特性没错，但是复杂性的还有同整跟持续性的。所以每一个人戴的面具其实是一个面具，这个面具戴上面具会不会改变？它会有一段阶段会改。什么时候会改呢？当你累积到一个完全，例如说我在国小的时候，我戴的面具可能这样啊，啊，哎，国小戴的面具哈、啊，可能这么可爱的，这个面具。但是呢，我到国中的时候戴的面具，到高中到大学戴的面具会不一样。为什么？随着你的人生历练，随着你的实力有没有周密的哈，或随着你的外在环境都不一样。啊，你也不要认为说，啊，老师，我现在戴的面具，哦，我将来出社会以后，跟我戴的面具会不会不一样？当然不一样，当然会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在学校里边，你可能比较单纯一点，但到社会上的话，你有可能一开始也想戴学校的面具出去，但是后来也发现到，哎，我到处碰壁，比如说被人家陷害。例如说有时候你又不知道分寸等等之类的，所以这时候你就会慢慢的改变另外一种面具。好，讲到人格，我们有几种人格跟大家分享。好，首先看一下这个，你等一下哈，哎，老师又说到我了哈。好， T 型人格，什么叫 T 型人格哈？它是一种哈，非常的好奇，而且它非常非常的这个巴里他讲到哈，他是有追求新奇、未知、复杂特质。其实最主要是着重在新奇跟未知。他这种人很喜欢冒险犯难哦。如果哈有那个 T 型人格的人哈，你们有没有到很多的游乐场？你们玩360度会玩得起举手？哦，这里是 T 型人格哈。为什么呢 ？T 型人格的人哈，他是一个大破坏、大建设的，所以他很喜欢尝试新奇的东西。其实有时候有很多危险事他也不敢练习做，所以这种好的地方是很有创意，坏的地方危害社会，哎，要放怎么办哈？希望你们是好的，别坏的哈。好，第二种人格，第二种人格叫 A 型的，这个 A 型人格大家看一下他哈。A 型的人格其实我们说他是一个成功型的人格，但是他有很大的缺点，他容易得到心脏病。为什么呢哈？因为他这种人格是做事很有效率，吃饭快，走路快，动作快，什么都快，但是对自己心脏非常不好。这种人哈比较容易有心脏病。所以你要看看很多哈，例如不久前了哈，大概一年多哈，我们看到本来那个有个内政部长快要上任，但是发现他上任之前就心脏病发作哈，这种人就太完美主义了。所以你是一个这样的，大家特别小心，有可能你心脏会
不容许的话，他比较容易生病的，是这样的通信经济上。好，你吃饭只要五分钟之内吃完，就是有可能这样的。你们吃饭五分钟之内吃完的，请举手，小心一点哈，这个很危险的哈。好，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个跟他完全颠倒。所以你是 A 型人格的话，老师介绍一种 B 型人格。这个 B 型人格跟你实在是最好的 partner， 为什么呢？慢条斯理，而且每天都很快乐。为什么呢？工作游戏都不会紧张，态度从容，随遇而安，做事很慢有方法，说话很慢，只有做一件事那就会很满意，这个好不好？我是 B 型人格，请举手。还没有，你们都没有 B 型吗？所以你们 AB 型的、不是、这个跟血型无关，性格的 AB 型，你不要把跟你的血型搞在一起。血型哪里有 T 型的？你要骗我、我不会被你骗的、没有 T 型，这个是人格的问题的、所以如果你是 B 型人格的话，你其实、就是一个动作很慢慢。但 B 型人格的话，我们知道他对生活完全没有压力，这种人呢比较不容易成功的哈，可以这样讲哈。所以你如果是 B 型人格的话，很 B、很 A 都很不好。很 A 你会很成功，但是你很容易没有办法那么长命哈，所以特别小心。如果你很 B 的话，同学老师跟你讲，你好像不够积极哈，非常非常的缓慢哈。这种人有 B 型人格吗？有的请举手。好像没有最好，但是有一点也没关系的哈。好，现在我们来看到还有一种叫 C 型，这里的 C 型人格大家看一下，它是很忧郁型的人格，他一天到晚哈，他戴的帽子都是什么帽子？你知道吗？不是黑色的帽子了哈，不是哈，不然哈，他就是这个他当了黑色帽子，或是那个红色帽子都有可能哈、他会非常的自我牺牲、忍辱负重的感觉，他容易得癌症哦哈、这种人也不太好哈、所以 C 型人格，所以你会看到有些人哈、他常常都很忧郁啊，很难过，哎呀，那个外面天色暗了，他说你看又到晚上怎么办？啊，下雨天都下雨天怎么办？天气太好也不知道天气太好要干嘛哈、类似这样，考试考一百分也不知道干嘛，考不及格当然不行了哈、类似这样，永远都是在那边很忧郁，然后永远都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前途的感觉。好，谢谢那个中国传统的妇女哈、所以很多的古代的像你阿嬷，你妈妈有可能会好一点，但你的阿嬷有时候那一个阶段因为时代环境的关系，她很多是细心。好，接着我们介绍另外一种哈、没有了，还有一个地形的了哈、地形是跟受到环境影响。好，我们地形有哈、所以我们会看到那个地形人格的话哈、他会得到他比较也是忧伤的哈、他会闷在心里不愿意跟人想的哈、社交能力差的，他这种地形人格的话哈、他会跟A 型一样有心脏病的发作群比较高，但是地形人格哈、他那个预后较差，就是说他复原比较快的哈、所以 A 型会复发，他比较不会复发。这种种的哈、还有一个叫 E 就是明白那个就是说跟他的环境是会有交互作用，就是说我会在这个环境如果是比较快的环境他可能好一点，那如果说比较觉得竞争环境的话可能会受到影响比较多哈，类似这样。好，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会看到后来然后我们去找很多的研究来证实，我们觉得哈他本来人家认为说 A 型人格哈他跟心脏那个心血管疾病有关系的哈，后来发现到没有办法证实这个 A 型人格一定会跟心血管，但是过去一直都认为这样哈，所以有时候那个人体的实验也好哈，因为这个实验一定要做到很久很久，你怎么除非他心脏病发作你再来看看他的人格，所以这个是一种说法然后不用全系统我们知道就好，但是如果说哈，念完那个围棋的委托哈，围棋二十五年的长期研究有显示 A 型的人格虽然叫 B 型的人格罹患心脏病，但是 A 型人格的死亡率却比 B 型的人格低10%，这个就用一种非常特殊的想法哈，所以同学自己可以考虑我到底属于哪一种，可以写下来好让老师知道一下哈，才有一个人说的科学发展这篇文章写出来的。好，接着我们再想到除此外还有其他说法哈。好，我们来看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这个同学要注意听哦。好，在差不多8分钟会结束哈。什么叫弗洛伊德的这个？刚我讲到意识跟潜意识跟潜意识，你要看一个那个三出来一下，看看。
好，这一座山，这个是叫意识。意识就是说平常你的知觉在的地方，这大概只有十分之一的。然后接着还有一个潜意识，还有一个潜意识。这个潜意识事实上不知道你叫做。例如说，有一个人，他只要经过我们的心指关，他就会开始肚子痛。你知道为什么吗？不知道，因为有一次哈，我的答案是这样哈，因为他曾经在那个地方，年轻的时候在那个地方跟他女朋友分手，他每次看到有大海的地方，他就肚子痛。这个是他潜意识，他不能够碰触到他最难过的那一点。这个他后来就会知道说，他买房子就不要靠看海，人家看海很开心，对不对？他就不要看海，为什么？因为这是我的痛苦的经验哈。哎，有时候了哈，例如说那个这个潜意识，我们会知道，像我一个同事，他就不敢从缘分社走过去，你知道为什么吗？严康是你知道吗？他不能从这里走，他说我走过去我就会觉得我快死掉的感觉，因为他最疼爱他的阿姨，就他后来就往生以后就那个他就放在里面，所以像这种情况他就不想去碰触，这样这个都是有一个有所以潜意识有时候他已经很久很久，但是他想忘都忘不了，他已经埋在心里的最深的那个地方。好，这个就是意识无意识，这个是那个弗洛伊德说的。出尘外，那个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分成三部分，第一个叫做本我，本我大家都可以知道，就是一个生物的我。你要像现在六点快到了，你肚子饿对不对？要去吃饭啊，这个吃喝拉撒睡都是快乐原则。然后第二个叫 ego 就是自我，这里的自我一般来讲，以你现在的程度应该会比较没有自我，为什么？因为你应该慢慢来到超我，但是同学都会看到，例如我一不小心同学乐色就会留着，为什么？只要我高兴就好，有什么不可以的哈，就直接走出去了，害我们的同学们，害我们的助教还跟你收乐色，这就不对，对不对？因为这个叫自我。很多时候你要知道，很多时候当你一个团体里边那种自我人太高涨的话，这个团体就会比较没有办法产生这种动力出来，因为大家都很自私哈。好，这个就是现实，但是这个是现实没有错了哈。所以我们会看到说，那个我们会经过学习这个自我要，我上回跟大家，每个人都会想要看到什么就想拿，但是如果这不是我的，要规矩，要法律，要训练，你的自我才会变成超人，听懂吗？好，所以我如果跟同学讲，虽然你已经学完了，但是，我的意思，我举例说明哈。例如说，我会跟同学，虽然你已经学完了，但是呢，因为你跟同学讲话就干扰到老师，所以你就不要跟同学讲话。这时候说老师，我知道，他就当超我了，就不是自我了哈。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学习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我们会慢慢的希望同学们可以这样学习，将来同学会看到你的很多的朋友。他们都会在这个地方，他想到就是我自己，他想到我如何把你竞争过去，但是你会说不可以不可以，大家那么竞争，我们应该有团队合作，那你就来到超我这个地方，那就是道德跟责任感等等，所以我们就他的良心。所以一个是从生物的我快乐原则到一个社会的我叫做现实原则，然后来到一个这里的理想原则就是一个道德的我，这个是生物的我、社会的我、道德的我，知道吗？三个好，所以人其实都在那边在吃在乎。我最经常在的地方就是社会的我，但是当我良心发现，我就是道德的我；当我以下往下沉沦，那就是一个生物的我。有了解吗？知道哈？好，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一个。好，接着我们要讲到这个哈，这个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弗洛伊德他其实哈跟那个，因为他是一个精神科医师的哈，所以弗洛伊德他所讲的人格的发展包括这五期。好，这五期我们来看一下。当你的零岁到一岁的时候，如果你口腔期，什么叫口腔期呢？你还记得吧？我们上回有跟大家讲镁光灯效应，同学都会说，我最早的镁光灯效应是在我几岁几岁的时候。更早你一定不知道，零岁到一岁，零岁到一岁的话，你是用你的嘴巴来接触外面世界，那叫做吸引，好，就是说东西拿来就往嘴巴放，这个叫做口腔期。你知道哦，你小时候如果哈，你本来应该嘴巴是需要得到满足的，例如说喝奶，好，例如说你有奶嘴可喝，这个其实对各位来讲是不错的，但是
你的爸爸妈妈或是你的阿妈，如果说你如果再吸下去，嘴巴越尖，那怎么能看出来？你抽出来，所以到一岁的时候，你嘴巴就没办法吃东西。这时候，同学要知道小心点，你会变得很悲观、很依赖、很洁癖哦。所以你现在如果很悲观、很依赖、洁癖，就是你小时候口腔期没有办法得到满足。所以如果你现在哈、哦、那个口腔期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话，还有一种情况，例如你嘴巴爱动、爱吃零食，你爱嚼口香糖。嘴巴随时都在动，你就是口腔期没有得到满足的人。你可以打电话问一下我妈妈哈，你妈妈不是我妈妈哈，问一下你妈妈说，哎，小时候因为你那么爱吃东西哈，一天到晚就嚼口香糖，其实你是一个口腔期，这个我们就说哈，他是口腔期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人了哈的症状。第二个肛门期，什么叫肛门期呢？就是说我们当我一岁到三岁的时候，当你哈那个肛门，因为你那时候要控制大小便，我们知道太早控制跟太晚控制都不行的。如果你太早太晚的话，太早控制，你例如很多时候都希望一岁以后才能够控制大小便，但是很多人是被阿嬷照顾的，阿嬷尤其阿嬷了哈，他会说，哎，我这个孙那很厉害哦，他跟他不一样，他六个月就可以控制大小便。你知道你这样的话，你就会变成冷酷、顽固、刚皮吝啬，所以你今天如果你要跟你借一块钱，明天变两块，像这样的话，有没有这个叫放高利贷的哈？这种人就是肛门期的性格，所以你看到哈那个吝啬，你要说，我觉得你肛门期的性格哈，可以这样讲，你怎么这么有学问哈？刚学的，好，所以你要知道，所以你们如果现在都不会，我还蛮慷慨的，我们上次不是学到吗？好，要慷慨。他就没有这种肛门型的性格。好，第三个我们讲到性情，那这个更了不是了不起哈，更好玩了哈。所谓的那个性器期，就是说，当你三岁到六岁，这时候的小孩子哈，他对他的性器官最有兴趣的，例如动不动就去摸他性器官，他觉得会得到快感啊。所以这时候男生哈就会有一种叫做恋母情节，女生就会有恋父情节。他们对那个，例如说男生就会跟他妈妈讲说，那个男生会跟他妈妈说，妈妈晚上跟你睡觉。那他妈妈一开始，这个儿子很可爱，就跟他睡觉。后来这个爸爸就跟爸爸说，爸爸你出去，我要跟妈妈睡觉，我长大要娶妈妈。这时候请问一下，那爸爸会怎么样？揍他一顿，对不对？这个孩子有没有变态啊？就揍他一顿，这个叫恋母情节。啊，女孩子也一样，一开始就是很喜欢爸爸，不断让爸爸抱，然后呢，他就跟妈妈说：“我晚上跟爸爸住在一起，妈妈你去住我的房子，住我的房间。”这时候妈妈会怎么样？还是会揍一顿嘛，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小孩子就知道，那我既然不能，儿子不能喜欢妈妈，女儿不能喜欢爸爸，那怎么办呢？学妈妈学爸爸不是最安全吗？就进到模仿时期哈，所以模仿很安全，模仿就模仿到小学，所以这时候就是两性就分开了哈。好，我们来到这个性器期，大家知道哈，这个性器期的时间哈，那个男生最害怕一件事，你睡觉睡醒中，你再坏，你的小鸟会不见，宝宝就很生气，很紧张，就不敢讲谎话哈。然后那个如果在幼稚园上课，男生一定会说你就是很差嘛，你看我有你就没有，那个女生就哭得很伤心，她觉得对自己一定是哪个地方不好，怪怎么不见了，类似这样。所以这个都是性器期的哈，所以你知道那个过程哈，所以你们现在想一想觉得很好玩。好，来到了喘不起，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当你的喜欢爸爸不能够被抑制，喜欢妈妈被抑制，怎么办呢？来到一个喘不起，喘不起一直到青春期的时候，那什么叫青春期？大家可有早有慢，例如说我那时候我开始喉结出来，我开始长腋毛，我开始觉得女生开始变胖，那就是喜欢。当你喜欢隔壁的男生或隔壁女生，那就是同学就已经来到生殖期了。好，这个就是我们要说的。我们时间大概就先到这个地方了哈，下次再玩这个游戏。好，这次的小组讨论是人格，那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那是在2002年的时候在意大利，然后那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寻人启事，他说在1992年，某一个停车场有一个白人妇人被黑人小伙子强暴了，
那不久之后，这个女孩子生下了一个黑皮肤的女孩，可是她跟她的丈夫呢，还是担任起抚养这个小孩子的责任。可是不幸的是，这个小孩子今天得了白血病，那她需要做骨髓移植手术，那她的生父就是拯救她的唯一希望。那希望当年这个强暴这个黑人小伙子呢，他看到这则启示之后，要赶快跟这个医院做联系。好，那其实这个寻人启事出现之后呢，有一个30岁的酒店老板阿奇，他就是心中起了波澜，因为当20年前，就是他那年是20岁生日，他本来是在一家酒店上班，然后因为老板有很严重的种族歧视，然后是那天是狠狠教训了他一顿，然后所以他对老板非常的怨恨，对白人非常怨恨，所以走到某一个停车场，他想要报复白人，所以就强暴了一个无关紧要的一个白人女性。那可是他现在呢，就是他离开之后，他在一家美国人开的餐馆找到工作，那表现很好，而且那个原本的老板也很重用他，把女儿嫁给他，所以他现在变成一个生意兴隆大酒店的老板，而且在家人跟员工眼中，他是一个好老板、好丈夫、好父亲。所以他是虽然现在表面上那么的成功，可是他一直没有忘记他当年犯下的这个罪恶。好，所以现在请你们要以 Freud 的他的理论来分析，就是阿奇他看到这个寻人启事之后，他的本我、自我、超我会各做什么样的决定。好，这是这礼拜的小组讨论，谢谢大家。